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有冇谂过喺屋企都可以自制豆腐花呢？原来只需要三样材料就整到噶啦，即刻开始啦！盖之前咧，可以放一张纸巾喺面，咁样咧就可以防止导汗水流翻落去啦。哇，完成啦！等我即刻试下咩味先。嗯，豆腐花嘅口感好滑啊，味道拍得住出边食嘅街边档，而且咧亦都可以因应个人喜好加入黄糖或者糖水。原来咁简单就整到，大家就可以喺屋企试下自制豆腐花啦。Yoo-hoo!